日本偶像富田真由星期六被狂迷斩至重伤昏迷，令不少网民慨叹偶像变成高危行业啊。但其实受到狂迷困扰的仲有他两夫妇。闯入福山住宅中女被捕，被捕中女原来是日本型老福山雅治位于东京涉谷区的住所，今个月六号晚被一名狂迷非法闯入，同福山嫂撞到正一正之后仲 say sorry 添。虽然福山嫂冇事，但就吓亲咯。经过连日追查，日本警方前日终于将呢位狂迷逮捕。据知呢、这个狂迷原来系福山所住大厦嘅管理公司职员，攞到福山嘅屋企锁匙，所以先至入到屋啊。不过最搞笑嘅系呢、这个中女入屋嘅原因，或只系想睇下福山收藏嘅吉他咯。